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欢迎大家在早晨一起来敬拜神。今天的宣召经文是取自诗篇四十篇第四节。诗篇第四十篇第四节这么说：“那倚靠耶和华不转向高傲和偏向虚谎的人，这人是有福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 诗篇四十篇的作者说：“不要转向高傲和偏向虚谎，因为唯有耶和华神是爱你、听你祷告、帮助你、拯救你的神。”所以诗人说：“那倚靠耶和华的人是有福的。” 所以，让我们能够来依靠耶和华，使我们成为有福的人；也让我们能够在礼拜天的时候，我们一起的来敬拜颂赞他。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凡是依靠你的人，那人是有福的。求天父帮助我们不骄傲，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你所给我们的，求天父也帮助我们不被谎言所迷惑，帮助我们能认识你，也坚定的信靠你。求天父，你带领我们接下来敬拜的时间，让我们在敬拜当中更认识、经历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唱诗歌。 在耶稣里彼此相爱。 是让我们一起来读起印的经文，经文取自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到十五节。哥罗西书二章六到十五节。 你们怎样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就当照样在他里面行事为人，按着你们所领受的教导，在他里面扎根建造，信心坚定，蛮有感谢的心。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不照着基督，而照着人的传统和世俗的言论，借着这些和骗人的空谈。 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你们也是在他里面得了丰盛，他是一切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也在他里面受了不是由人手所行的割礼，而是受了基督的割礼，就是除掉你们的罪身。你们在洗礼中。 已经与他一同埋葬，也在洗礼中，因信那使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神所运行的动力，与他一同复活了。你们因着过犯和肉体未受隔离，原是死的；然而神赦免了我们的一切过犯，使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涂抹了那写在规条。 上反对我们、以我们为敌的字句，并且把这字句从我们中间拿去，钉在十字架上。他既然靠做十字架胜过了一切自政掌权的，废除了他们的权势，就在凯旋的行列中把他们公开示众。现在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 如果你在看直播，而且是第一次参加亚当路长老会中文团契的聚会，我谨代表亚当路长老会中文聚会欢迎你，盼望接下来你能继续与我们一起敬拜神，不只是在网络上，盼望将来也能够在教会与我们一起敬拜服侍他，弟兄姐妹们。 欢迎你们在晚上、网上一起来敬拜神。虽然我们不能在教会敬拜主，但求主帮助我们继续的读经祷告，并且在日常生活中活出主的教导，荣耀他的名。也鼓励大家通过电话彼此联络，互相问候、鼓励，坚定的来信靠耶稣。 接下来进入报告的时间。今天只有一项报告，就是鼓励大家参加网上的查经，认识神的话语，把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这样查经的时间是在今天，就是礼拜天早上十一点整。啊，敬请留意。如果你需要哥罗西书的查经资料，或者是想参加小组，请和我联络。 啊，你可以打电话、留言，或者是发电邮给我，我将与你联络。好，报告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进入带祷的时间，我们为这三项的事情来祷告。第一项是为这教会的组织学和青少年事工祷告；第二项为新加坡的经济线路衰退祷告；第三项是为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为着教会的儿童组织学事工来祷告，求主纪念这些孩童们，让他们虽然不能到教会参加组织学，但主啊，求你继续感动带领他们，让他们能够自发的读经和祷告，也让他们愿意参加网上组织学，来专心的学习你的话语。 求主让这些孩子们的信心能够继续的成长。天父，我们也为这青少年团体的弟兄姐妹们来祷告，因为冠状病毒疾病疫情，我们知道青少年上网的时间也增多，求主帮助他们，让他们不会因为上网而上瘾，或者游览色情网页而上瘾。 被捆绑，求主帮助青少年们，因为信靠你而能够得到自由，并且他们在你里面的自由也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来吸引人归向你。天父，我们也为这新加坡的经济陷入衰退祷告，求主你赐给政府智慧和能力，带领新加坡走出这衰退的经济。 天父也求你帮助你的孩子们，让孩子们在这经济衰退当中能够彼此相爱、彼此看顾、彼此的扶持，让世人因为你的爱在我们中间而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天父，我们也将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看顾。 我们特别纪念因为跌倒伤到脊椎骨的秋弟姐妹，求天父你医治他，减轻他的疼痛，也让他能够早日康复。天父，我们也求你纪念传讲你话语的俊杰弟兄，求你赐他智慧和能力来教导你的话语，也求主你帮助我们有谦卑的心来学习你的话语。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唱诗歌《从亘古到永远》，来预备心聆听神的话。主啊，你是世,世代代救我们的主，说。 你的宝座从台出立定，亘古就有。 必要成就，你心事不改变，也许永不落空。掌权到万代，不能震动。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全凭永存无极。为。 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我、哦。住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主、啊，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主说。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亘古就有。 成就，你心事不改变，一许永不落空，成全都万代，不能震动。我敬拜，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全柄永存无尽，为你是真神。 神是再来君我。护出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我敬拜尊崇你，神明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全凭永传无尽。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我。 大家一起来读《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六到二十三节。第十六节：所以不要让人因着饮食、节气、夜说、安息日批评你们，这些不过是将来的事的影子，那真体却是属于基督的。不要让人多去你们的奖赏。 他们以故意谦卑敬拜天使为乐，迷于自己所见过的，凭着肉体的意念，无故的自高自大。不要不以头紧密相连，其实全身都是借着关节和经络，从头得着供应和联系，就照着神所要求的生长起来。 你们若与基督一同死了，脱离了世俗的言论，为什么仍然好像活在世俗中一样，拘守那不可摸、不可尝、不可触的条规条呢？这一切东西，一经使用，就都朽坏了。这些规条是照着人的命令和教训而定的。 在随着己意敬拜、故作谦卑和苦待己身等事上，似乎是智慧之言，其实只能叫人放纵肉体，在没有任何价值。经文就读到这里，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俊杰弟兄来传讲神的话。 大家早上好，我是俊杰。今天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我把今天的讲道呢，主题分为他在他里面。我长大的时候，我有个表弟，他的岁数呢跟我相差只是一星期、一周，这样很自然的，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家里人经常。 就拿我们的成绩来做个比较，谁的成绩比较好，谁拿的高分，谁在呃年终考试之后排了第几名？这样子的比较，我知道母亲是出自于好心，但是作为一个小孩，在这样的比较的成长环境中呢，开始的有时候会觉得有点自己的不足。 或者是失去的信心，然后渐渐的呢啊，有时候对自己所做的决定呢，都会有很大的影响。相似的，格罗西教会，在这个年轻的教会，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呢，听到很多说啊，你不能做这个，你不应该做那个，不能要守这个节等等等等的词句，把一个。 兴致勃勃在成长中的小教会呢，开始呢感到了不安，或者呃对自己的成长有疑问，就是因为在这样的背景下呢，使徒保罗就写了哥罗西书这封信，来教导和鼓励，呃这个哥罗西的这个教会，让他们用方法和方式呢。 去抵抗这些假教师的争论和教导。我们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四、第六和第八节里面看到，第四节，保罗告诉了哥罗西教会：“因为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对众圣徒的爱心。”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教会其实在是在。 健康的成长中，第六节，保罗再次的提到这个教会成长的经过。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全世界。你们听了福音，因这真理确认是了神的恩典之后，这福音就在你们中间不断的结果和增长，在世界也是一样。第八节，以巴弗。 那里学到，他为了你们做了基督中心的仆役，也把你们在圣灵里的爱心告诉了我们。所以在这短短三节里面，我们看到哥罗西这个教会呢，是一个成长的教会。这个成长的教会受到谎言、假教师、中途绊倒，所以。 保罗就写了这封信来鼓励他们。今天我要以三个大点，跟着我们看《各罗西书》第二章。第一个点，在耶稣基督里；第二，基督徒永远的身份；还有第三，是不要被掳去。第一个点，在耶稣基督里。 这里，保罗屡次的提醒格罗西教会：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成长、我们的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第二章第六和第七节是这么说的：你们怎么样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主，就当照样的在他里面行事为人，按照你们所领受的教导。 在它里面扎根、建造，信心坚定，满有感谢之心。第六节行事为人，在其他在一些版本里面也写着是尊他、尊耶稣而行。第二章六和七节是各罗西书的核心，是这个教导最中心的一点。 我们身为基督徒，和哥罗西教会一样，身为基督徒，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托了给耶稣基督。我们承认知道他是弥赛亚，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生活中永恒的主。因此，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的生活也反映了我和耶稣，我们和耶稣，他。 的那紧密关系，我们把一切都交托于他，归于他。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他里面就有一个新身份。新的身份，在你的行、言、思念，是否有着改变呢？相信在座。 大家都曾经是一个新父母或者新祖父祖母的，有这个新父母和新祖父祖母的经验吧。当家里有一个新的小孩的时候，身份变了，你的时间安排，你如何去运用你的能力？ 你做的一切安排，现在都已经改变了，是因着孩子的需求，而去做转变。我记得我爸爸，他第一次做爷爷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外外向的人，平时时间都喜欢与朋友出去喝茶聊天，但是第一次做了爷爷之后呢，他所有的时间都留在家里，每一刻每一时。 只是想见到他自己的孙女儿，他的社交安排、他的时间安排全部都改变了。电话里、手机里所有的照片呢，都是孙女儿的照片。只有一个人能够带来给他带来喜乐，就是他的孙女儿。所以，他的身份转变也影响了他的时间安排。 所带给他喜悦的东西，全都跟他喜悦的事情而绑定。相对的，保罗再次提醒了哥罗西教会：，既然我们现在领受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的思、行为、标准、身份，都应该和耶稣基督绑定，因为。 我们现在是基督徒，在第二章里面，保罗也也提到了。但身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呢？第一，照样的在他里面行事为人。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能一直逗留在起点，也不能一直挂念着以前。 徘徊不前，在它里面表示我们周边的人应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言行举止，看到耶稣基督的指引和改变。在它里面扎根建造，信心坚定，满有感谢之心。在第二章六和七节里面，保罗再次的提醒教会。 既然我们处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应该有看到成长的这个过程。扎根，任何成长的树木，大家都知道需要生根。树越大越高，这个根要扎得越踏实越深，而且。 身为一个基督徒，扎根的意思，也代表了这基督徒在他主里的生活有开始成长、昌盛、丰盛的意思，而不是一刹那、一小段，而是一个过程，时间作为见证，能看到成长的过程。在这里，我们也能够。 推理推到，知道一棵树扎根扎得越深，不管碰到大风浪的时候，这个根扎得越踏实，这个树就越踏实。然后保罗他也有提到，在他里面扎根和建造，扎根和建造两个呢，都是代表了。 不能被动摇，不能被迁移，不能被搬动的意思。在第七节，保罗继续的告诉格罗西教会：“你们不只要扎根和建造，你们也要信心坚定。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在树林上的战斗的时候，信心是那标准，是那旗标。如果我们的信心失去了，这场战就已经败了。失去对神的信心，我们的勇气也会失去，我们的耐心也会失去，我们盼望之心也会失去。 我们的爱，我们的喜乐，全都会因着失去而信心，而失落。所以，信心要鉴定、鉴定，因为我们的信心是在生活中我们与耶稣基督关系属灵战争中的一个标杆。 而且保罗也提醒了教会：，我们应该拥有感谢之心。满有感谢之心，不是满有，是满有，就是丰盛、满贯的意思。感恩的心也该成长。当一个人有感恩之心的时候， 他的眼睛，他的信心是定在自己所拥有的，是定在上帝已经赐给我们的恩典，是定在耶稣所为我们做的牺牲和爱。这一切是应当充满一个基督徒感恩基督徒的心中的事情。 一个有感恩之心的基督徒，他不需要去寻找自己没有的，或者为这自己没有的事情的东西而去焦虑，因为感恩的心是代表已经有满足、知足而喜乐的心。有了耶稣基督，我们就满足了，我们不会，而不需要。 去寻找自己所没有的，因此也不会被空虚的花言巧语或是空虚的承诺而被迷惑。在哥罗西书第二章，保罗屡次的提到，在他里面，我们所需要的八回，保罗在第二章提到，我们在他里面找到。 我们在耶稣祭奠基督里面找到智慧和知识，找到行为的标准，找到生根建造信心坚定的理由。我们在他里面见到上帝的本性。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找到丰盛属灵的割礼。在它里面，我们一起被埋葬，也当一起复活。 而且在它里面，因十字架得胜。这样，第二点，我们基督徒永恒的身份代表的是什么呢？在第二章第十节，我们也看到，他也是在它里面得了丰盛，你们也是在它里面得了丰盛，他是一切执政掌权者。 的元首，我们永远的身份，是因为有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我们因他得了心灵的割礼。在旧约里面，神让亚伯拉罕和以色列选民受了割礼，作为他们立约的一个。 见证和证据。现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不需要肉体上的隔离，而是受了心灵上的隔离。因为有了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他救的我，救的你，我们的罪，我们所犯的一切罪，也因耶稣基督被除去。我们。 含罪的身份也被割除。现在你和我，我们的身份是和耶稣基督绑定的，因此我的罪也为也因为耶稣基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死后被埋葬，然后复活，救的我。 和我一切的过犯，也一同被埋葬，而且我的罪得赦免。三天后复活，耶稣三天后复活，也代表了我们因他得了这新生命。第二章十三节再次这提醒我们：你们因这过犯和肉体未受割礼。 原是死的，然而，神赦免了我们一切过犯，使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是的，耶稣是我们的新身份，也是我们的元首。在他里面，俊杰，旧的俊杰死了，但是现在得了一个新生命，得了一个新身份。 得来了一个生于新的元首，而且这个元首是得胜的耶稣基督。我们因他得胜，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元首，我们的身份、生命都以他绑定。我不需要再去犹豫自己是谁，自己需要什么，自己要些什么，因为一切。 都在耶稣里寻找得到。保罗再次提醒了哥罗西教会：相信耶稣，把信心建在他里面。我们不再需要如其他的礼节、其他的礼仪、任何的割礼等等，因为这一切都因耶稣基督。 为我们都做了，在他里面，我们一起被埋葬，一起复活，在他里面，因十字架我们得胜。所以保罗在第三点提醒教会，不要被辱。我记得我在印尼的时候。 有一次，要到郊外的一个地方去，在印尼呢，那里路是没有太多的名称，尤其是小路或者是乡村以外的小路。所以有一天早上，我打算去到去一个自己没去过的地方，然后半途迷了路，不好意思。 我就停下车来，问路边的一人：“我要去某某地方，怎么走？”他给我一个答案：“哦，别担心，你就直走，十五分钟就到了。”好啊，开着车过了十五分钟还没看到，过了三十分钟还没看到，过了四十五分钟还没到那地方，我开始急了，我就问下一个人。 哎，我要去这个地方，怎么怎么走啊？他怎么回答？哦，你直走就快到了。车继续开，开了个半小时，还没到终点。在巴厘岛这个地方，人家给你指错路，是那还不太重要，因为是个小岛嘛。最终，我还开到巴厘岛。 某个岸，东岸或者西岸，南岸或者北岸。但是如果在你属灵的生命中，人家给你指错路，让你走了反方向，这个后果就不堪设想。如果指路的人给你指错方向，你会离耶稣基督越来越远。 而不是越来越靠近。所以，你会听谁给你指路呢？这人是把你带向耶稣，还是把你指错反方向，远离耶稣呢？保罗在第二章第八节再次的提醒教会：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不照这基督，而照这人的传统、世俗的言论，借着哲学和骗人的空谈，把你们掳去。保罗在这边，他用“掳去”的这个词句。被俘虏是在战争时候用的词句。保罗用这个词的时候，很重要的提醒我们。 你我身为基督徒，我们现在面临的每一天，都面临的是属灵上的征战。不要忘记，身为一个新的教会，身为你和我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时每一刻，都得警惕魔鬼他的诱惑。你。 如果认为我相信了耶稣基督，魔鬼就会放我一马，那是错误的想法。因为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之后，撒旦他会更强有力的回到这里，引诱我们，把我们拉开，攻击我们，让我们远离耶稣基督，他会攻击您的信心。 他会让你有疑惑，他会攻击你感恩的心。所有耶稣所建造的恶魔，是尽量去打散、毁坏和让我们失去这样的信心。所以保罗在第二章第八节提醒基督徒们要谨慎。 要小心世上的小学理学和妄言，提醒我们：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不需要听到任何人的谎言理学，我们不需要靠任何人和任何物，我们只需要靠着十字架。不要让这些妄言和传统把我们被掳去。 比个例子，不久前曾经听过有个人对一个生病长久的会友这么说：“哎呀，你生病病了这么久，一直都没有康复，是不是你的信心不够？是不是你有罪，但是还没来到耶稣基督面面前承认呢？” 这样的话语，我们不应该接听。我们长病，这是神的安排。我们的病，即使是好，是建在我们的信心里面，跟自己是否有罪，或者还没接任的罪没有关系。或者，像在约翰福音第九章，法利赛人。 站着，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好瞎眼的人，而定罪耶稣为罪人，不属于神的。我们是否太过尊重礼仪、礼节和法规，而忘了真正如何去施神的关怀和神的爱呢？ 或许我们被有人指责说：“哦，如果你爱这个教会，你应该在教会里服侍；如果你不服侍，你就不是一个好基督徒。”这这样子的哲学谎言，我们都不应该听。我们应该聆听的是耶稣基督他的话语，他的带领，属灵的教导。有些谎言哲学。 他们听起来像是耶稣的教导，但是他们真正的用意是把我们掳去，远离耶稣基督。神他的一切，他的身份，他所代表的万有，都在耶稣基督里揭晓了。 我们所见到的耶稣是完整的，没有任何被隐瞒的。我们所以因我们就因此可以有信心的知道，我们所需要的完完全全的都在主耶稣基督里。第二章第十六到第十八节，保罗再次提醒了我们。 不要因让人因在饮食节期、月桂、安息日批评你们，也不要让人夺去你们的奖赏。他们会以故意谦虚、谦卑、敬拜天使为乐，迷于自己所见过的，凭着肉体的意念，无故地自高自大。我们得小心，人。 如何去评判我们？人如何去教导我们？他们的谎言会把我们牵离、远离耶稣基督。我们得相信，我们得小心，不能随意相信。耶稣他已经完成了一切，他已为你和我做了一切。 我们只要把信心归在它里面，在它里面扎根，感着满有感恩的心，这就是最重要的，这已经足够了。今天的三个大点，在它里面，我们基督徒永恒的身份。 还有不要被辱，再次的提醒我们，耶稣不是一个理学、空虚的谎言，或者是传统和习俗。耶稣是救赎我们得胜的主，我们因他已经得胜，我们因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世人的观点。 习俗，家人家怎么看我，怎么样判断我，都不重要。耶稣他怎么样看你和我，这是最重要的。别让这些人的谎言夺去我们在耶稣里面的奖赏。格罗西书第二章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只需在耶稣基督里。 就找到他的智慧和知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应该生根建造。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可以让信心坚定。通过他，我们见到上帝的本性，得到丰盛。我们通过耶稣基督得到属灵的割礼，与他一起被埋葬，但也与他一起复活，而且得胜。 你我身为一个新的基督徒，或者是比较年长的基督徒，或者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像哥罗西教会一样，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时候，任何的习俗、传统、网言、学理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 你和我的心有没有为因为耶稣基督而开始转变？我们的心是否是建立在耶稣基督里，让他去改变我，改变我的生命，改变你的生命，改变你的思路，我的思路，改变您的话语和我的话语。 让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的身份是和耶稣基督一起被绑定的，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只需要听他的，认识他的，而不需要听到世俗的理论理学，而被这些事情去被绑架。让我们。 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很感激您给了我们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我们能够寻找到一切，我们已经得到一切。让我们有信心的去面对我们日常的生活，让我们有信心的知道，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能够扎根、建造、坚定我们的信心，请您让我们也因耶稣基督丰盛的充满我们感恩的心，不让世俗的妄言、妄言、理学等把我们拐去，让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里与他拉近，这是我们的请求。 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接下来，让我们听下一首诗歌《丰盛的人生》。若是你有劳苦中单可以交托。 若是你真，会心忧伤，切莫绝望，投靠耶稣就有希望。在基督里必有盼望，丰盛。 好的，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今天的祝福。我们那八天赋，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所应有的，我们所应得的，您都已经赐给我们。况且，你也赐给了我们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我们能够有信心，我们能有那敢。 恩的心，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一切都与他绑定。让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反映出我们的新身份，让我们的信心坚定，不再担忧。让我们有那智慧去拒绝世人的理论、习俗和谎言。让我们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活。 奉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圣灵的感动，与我们同在，从现在直到永远，阿门。今天的敬拜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去思考神的话语。我们下周再见。